叫爸，快叫爸，听话啊，叫声爸。这孩子，赶紧。行了行了，别难为孩子了。那个，对爸还有点印象没？记得不？你小时候对爸有印象不？闯，啊？那个，你这名字就是爸给你起的，闯就是跟爸一样，闯遍天下。你说啥呢？什么闯遍天下？我闯可不去闯去，就跟妈在家待着啊。别教孩子这，这烦人。啊，那行了，那个去跟小弟小妹玩一会儿，那个我跟你妈有几句话要说。哼，这孩子懂事多了。是啊，嗯，以前学习不行，可着急了我，现在省心呢，学习有进步。太好了。嗯，我就说这孩子跟着你准没错。怎么的，孩子你也见着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你赶紧说吧，说完我们走了。嗯，我实话跟你说吧。嗯。我这次来啊，不是路过，我是专程来看你们娘俩的。嗯。我要出国了，我移民了，我要去匈牙利定居了。啊。所以我在临走之前呢，我就想啊，我欠谁的债，我欠谁的情，我必须得给他还清喽。但是我想来想去吧，都是别人欠我的，我唯一欠的就是你，美丽，我欠你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说这个，欠我啥呀？啥也不欠，真的，给了我这么大一儿子呢，咱俩两清的，你用不着说这个，真的。哎呀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么说我心里不得劲儿啊。哎，闯，不是你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在里边待着也没意思，咱回去吧。不是你去见你爸了吗？见了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咱回去啊，我在里边待着没意思。哦，那我给你妈发个信息啊。说一声。我跟你离婚以后啊，一共又离了两次婚。嗯，每离婚一次损失一次钱，每离婚一次损失一次钱。唯有你跟我离婚的时候，不单没在我这儿拿一分钱，我还在你那儿拿了一笔钱。不是，那怎么的？我，你又没钱，你有钱我管你要钱。你那会儿穷，哎呀，行了，我能让你两手空空走啊？让你饿着喝西北风去啊？你那小矮个儿又干不了啥体力活。就会唱个歌，能唱几年呢？行了，你别说这个，你用不着给我啊，我不要。现在我有钱了，我想我在临出国之前，我给你一笔钱。哎呀，你用不着，你仨孩子了，又仨保镖，又仨秘书，仨司机，仨保姆的，你这都仨仨的，你多大开销啊？那仨孩子生了，你不得养啊？在国外哪那么容易啊，费钱着呢，开销可大了，什么保险呢，什么这那乱码七糟的，你用不着给我，你自己留着花吧。啊，你不用担心我，你要是不要这笔钱我心里不踏实，知道吗？我不光给你，还有儿子的。你打算给我多少钱？10000块钱。往上。10万块。往上。100万不可能。再往上。行了，你。
马路边卖煎饼，晚上大桥底下卖馄饨，5年啊。后来我怀了我们小闯，生下孩子，我儿子3岁之前大桥下面长大的，我抱着他卖，抱着他给人烙煎饼。我儿子从小就帮我，帮我哄客人，知道妈不容易，客人全走尽了他才有地做作业，一直做到夜里2、3点回去睡觉，刚睡得正香天就亮，我得叫他起床上学去。我白天关店，晚上我搂着枕头生活。他什么意思呀？人家花美丽说啊，这事能成那最好了，不能成这钱就借给你吧，你就写一欠条就行了。不是你再说一遍，你说具体点是什么意思？那天不是跟花美丽聊了一次吗？人家被你的话给打动了，她觉得你特别不容易，她想帮你。当然了，她也希望这事儿能办成，这样你们双方都如意嘛，是不是？但如果不成的话，她说这钱能够借给你，二次创业啊，借给你吧，人是好心。这叫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套睡衣。老穿我的呀，你把我衣服都撑大了，都穿臭了。我让你报废了，你报废了，请示一下，你能借你换一下？你没用过似的，干嘛呀？礼貌，礼貌，礼貌。这不很简单的事吗？你这回妈来了，你什么都没说，人家花姐主动把妈请过来说让住在这儿，这什么意思？她就是想表明一个态度，一个立场。你就是没啥看不出来。你说花姐那么精明的人，她要真觉得你有什么麻烦，他早就躲你远远的，他干嘛还缠着你？这人可汉子了，可要强了，可要脸了，真的唱歌可好听了，我们那旮旯女孩子全追他，我是披荆斩棘，我 PK 下去多少人呢，我才把他搞到手的。那是我儿子他爸，你们俩谁是自己人呢？回来了。嗯。哎，他一回来就进屋写作业去了。这孩子在他爸那儿一分钟都待不住。对呀，他非要回来说，在那没意思。嗯。怎么你们聊怎么样？他都说了些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哎，他没问那个什么要孩子事吗？没有。哦。你笑什么？啊？你笑什么？没笑什么，没事儿。行了，别闹，别闹了，安静一点，好不好？大哥，你说 你走了，那我们可咋整啊？不都把你们安排好好的了吗？你们就好好干你们就得了呗。我没主心骨了吗？那你们都不笨啊，好好干，听我的。我万一在外边发展不好，我回来投奔你们的。那你们哪能？什么事都皆有可能啊！行了，这个。我起个头，咱们大家唱一首励志歌曲啊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拜唱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我要给警察叔叔。警察叔叔还对我把头点，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。来了！哎，你们才来呀？什么才来？你进
哥非让我来的呗。怎么了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啊，我哥最近特别郁闷，特别吃醋。哎呦，他这人可真行，我跟他说多少回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干嘛呀？这在这瞎吃醋去。闯他爸不是突然间回来，那么多年不回来，突然间回来，那肯定特担心你是不是死不复燃什么的。哎，可能吗？这都这么多年了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别说我哥了，我都想知道他为什么回来，他想干嘛呢？什么意思呀？他不是娶的这最后这老婆不是个老外吗？生了一小混血，啊，然后呢就想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儿就。出国定居了，啊，然后呢，说临走之前反思了一下自己的前半生，有没有什么情债呀，啊，各方面的债，你突然就觉得我是他的债了，所以来还我债。啊，他还你债呀？他还你什么了？哎呀，那还什么去？也就给点钱呗。我就老想，我真的挺冤的，真的。我从小到大真是吃苦受累的，从三年级开始养家。你想想，我就没给自己放过什么假，心理上永远压着个坨。我必须得让自己好好休息休息了，好好放松放松了，要不然我的人生太冤了。我准备请你和你们家琼琼，咱一块儿坐头等舱，住五星级，去三亚。一块儿游泳、潜水、坐游轮、吃大海鲜啊！你请我们俩，你这得花多少钱？别，真的，这洒洒水，麻麻得，唔贵唔贵，冇问题啦。不是，他给你多少钱？你怎么花呀？反正挺多的，哎呀，你也别问了，你知道你又闹心，反正我这辈子花不完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不闹心，我替你花。这样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先给我买一个房子，不用市中心的啊，只要是个房子。我呢，这样我妈每次来就不用在你这儿挤了，你也不用闹心了，她就住我那儿。我抽空来看看你，你抽空来看看我妈，这不是？我就别给你市中心买公寓了，我就干脆给你买一大别墅吧，好，带室外游泳池、室内游泳池。你想到美，你凭什么我给你买？现在我真发现，当初我还算没嫁错人，真的。你别看他长得丑，个小，心眼挺大，心胸挺大，是个男的。哎，但是我发现，男的哈，一般要是特高、特胖的那种，心眼小得多。你意思说我们家琼琼小心眼？他胖吗？现在不胖，将来万一胖怎么办？那你就别给他吃那么多了，千万别让他发胖，发了胖就心眼小。哎，嗯，你告诉我啊，他到底给你多少钱？你特想知道？我特想知道，真想知道，真的想知道。就告诉你。我不告诉你，1000万、4000万、5000万。你明白了吗？到底是怎么个情况？没什么情况。哎呦，人家都说了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你真这么说的？真的。哎，花姐说。请我跟我们家琼琼去三亚玩，去旅游。不，他当着下来请你们去啊，这得花多少钱呀？他没告诉你啊？他说闯他爸给了他一笔钱，我估计可能是良心上过不去了。哎，三儿，哎，那个咱上网查查呗，看看哪天走飞机啊、酒店啊，咱查查看里面。好啊。啊，哎，我那个请他跟那个琼琼出去玩一趟去啊，你帮我看看家行吗？照顾照顾你妈，顺便帮我看着点床。好，那我看家上啊，辛苦啊。跟你说，咱看看哪天也给你个飞机行啊。
你来了。哦，来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有事儿，我正好找你呢。我家里啊，最近呢有些事情需要处理，我可能呢好几天来不了了。这样咱们健身馆就靠你跟刘凯啊，多操心多负责，好吗？好的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我去下办公室啊。哎，刘哥。啊，去办公室啊。想用，我必须给分出去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会有灾的。老话是这么一说。嗯。喂，苏导。哎。啊，什么角色？大概多少场戏呢？那大概多长时间呢？导。要不然咱们这一次，咱们就算了吧。那是这样，因为我家里吧，因为家里有点事儿，我明天想回趟家。好了，对不起啊。他们找你演戏是吧？啊。你怎么不去啊？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。我觉得我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。你不想演戏了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这演戏啊，它不是我自己真正想干的事儿。要不然咱们一块儿干点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开个网店。哎呀，不想这些了，咱们还是先去三亚玩吧，我们还玩一次。还吃一次，把花姐给那些钱全花了。真的，我们在海边，我们晒着太阳，吹着海风，抱着椰子树，我们畅想一下未来。为什么咱们俩要抱着椰子树畅想未来？为什么要抱着椰子树？我也不知道。是该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。干这种傻事儿，禁止喧哗，绝对不行。什么禁止喧哗？不好意思，您是坐这儿的吗？哎，我是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包是你的吗？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我寻思他跟我这挺配。哎，能不能别老去啊？能不能跟我聊会儿天？哎，干嘛？我跟你聊，我特会聊天。
真的太漂亮了。呀，哎，牛大姐，牛美丽，刘琼斯啊，哎呀，你们也在这儿啊？哟，您是跟谁来的？我跟我儿子还有他女朋友在那玩呢。哇，有女朋友了？哎，这我男朋友。啊，你好，刘大姐。你好，你好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美丽。啊，国家关于高考有个新的政策啊，允许异地高考了。像你儿子这种情况，户口不在本市的，可以高考了。哟，这真挺好的啊。不过，我儿子现在学习进步特别大。嗯，我这个已经不为这事儿发愁了。多好啊，多好！我心里还一直惦记着你的事儿呢。你看咱们国家教育不平衡的这个问题啊，早就该平衡平衡了。是，反正以后会越来越好了。是，越来越好。我们走了，上海边看看。哎哎，啊，拜拜拜拜，哎。现在到哪儿了？哦，住下了。你是和美丽住一起的吧？哦，那太好了。这样啊，彩云，你把你们那个酒店的住址给我发过来。哎，让你发你就发过来呗啊。啊，我没什么其他事了。好好好好啊，哎，再见。刚才谁来的电话？我哥。干嘛呀他？不知道，问我们住哪儿。管着吗他？咱们现在怎么着？等等琼琼呗。等他干嘛呀？哎，租车了。哎呀，你就这一会儿就分不开呀？算咱吃东西去，我饿着呢。不是，人家也是给咱俩租车呢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你。哎，这车你租的？啊。车还挺新的。呵。赶紧下车吧。赶紧赶紧停了，咱们吃饭去，我饿着呢。姐。啊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租这个车吗？为什么？它有一个特别牛的功能，啊，叫自动泊位。真的假的？不可能！你给我泊一，我看看。啊，我先演示给你看啊。啊。看着啊。哇！哎呦，哎，真逗耶！哎，真逗！哎呦，太厉害了！真行哎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嘿呦喂！好了好了，下来吧，都下来吃饭去了，饿死了。哎，干什么？娘，我你先不看了，我给你说个事儿啊。那个，我可能要出趟差到外地。出差？啊，就是那个到办公室到外地。远吗？啊，挺远的，但那个地方很好。什么时候走啊？哦，我想了，我这个事应该越快越好。我现在就走，嗯，对，我妈马上就走娘。对对对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呀？不是娘，这个事对我来说是大事，终生大事。好，娘你不打听了好吧？你在家多保重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，我收拾收拾行李啊。娘你看。怎么都走了？我不告诉你最后的日期，爱笑而不语，随目光迁徙，望不到边际，又没有距离，和你一步步走过去。我不会问你你要去哪里，爱唱首歌记在心里栖息，心挥之不去，不能抗拒，既然已认定你，可不可以更有勇气，牵着你的手头也不会的离
情会把我们带到哪里，我毫不在意，没有目的地，只想和你好好在一起，情到浓时心随你去。哎，先生您好。你好，请问您是办入住吗？对对对，这边请。好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哎，请问这个海棠湾就是一家凯宾斯基吗？是的，我们酒店的全称是开维三亚海棠湾凯宾斯基酒店。请问你要开间什么样的房间？正常标准间。先生啊，第一次来我们酒店吗？对，第一次，太好了！我现在带您坐船回到您的客房。好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走南闯北住过不少酒店，我还从来没有坐船去过客房，第一次呢。所以我们凯宾斯基是国内唯一拥有内流河的酒店。毫不怀疑，可不可以更有勇气？牵着你的手，头也不回的离去。可不可以不再犹豫？跟着你的心，话也不说的默契。爱情会把我们带到哪里？真的挺好。是啊，除了我们现在这条内陆河以外，我们还有很多特点，比如说，当年杜月笙建造的公馆，我们把它改造成为古董家具博物馆。是吗？是，您随时想去的话，随时去。可不可以更有勇气？对，我到那个大堂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叫东阳木雕，是咱们来自浙江的国宝。是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，带了几百名工匠，好几年的时间建造起来的。那个您这次是办公室还是度假？我来找您的。应该是属于40。先生，您行李放这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，你在那玩呢哈，那玩的挺开心嘛。那你们具体在什么地方玩啊？在海边，你走你有感受吗？老唐吗？是我呀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在这儿录个节目。啊，你们录节目的是吧？啊，那怎么这么巧啊？是吧？是很巧。刘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是来了。你一个人来的？啊，不，很多人，很多人。那他，你不用找了，不在这儿。啊，你是来哦录节目是吧？啊对，那行，好好干。哎，啊好，谢谢。啊等等，啊，请问他好？啊，我会转告到的。
游泳队的呢？连泳你都整不出来，你爸，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花花啊，那个爸啊啊啊！哎啊！哎妈，大哥啥时候来的啊？大哥，啥时候来的？我哥哥刚到，刚到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到的？我来两三天了。哦，两三天了。在哪住呢？啊啊，我住那个，我201。啊，你们是住哪儿？我住805，八楼。哦，你们在八楼哈。那个，你们是出来旅游啊？啊，度个假。好，挺温馨的。花儿挺好吧？哎呀，爸，好长时间没见你了，爸看看，这小辫梳真漂亮。又长高了，到哪儿？到我这儿了。嗯。哎呀，娇，哟，咱把衣服都得穿撞衫了哈。嗯，那行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，好吧？那个我还到那边后还有事儿。你干啥去？我来了好多朋友在沙滩等我呢。啊，来了好多朋友。哎啊。跟叔叔好好相处啊，嗯，有事给爸打电话。嗯，好，那不打扰你们了啊，我去了啊，好，拜拜。看什么看呢？下水。
熟，咱们可以开始了吧？可以，来，开始。来，准备，开机，开始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但是在一切变好之前，我们总要经历一段不开心的日子。这段日子也许很长，也许只是一觉醒来。好，再见。彩云，你别问我，怎么来的啊？别问我，不是，美丽没跟你们在一起啊，美丽。他刚才骑那个沙滩摩托车瘸子那头去了。啊，那回头再说，回头再说，我找他去，回头再说。怎么样吧？你给我打个分好吧？按照五分制，你该给我打多少分？你神经病吧你！你打着飞机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让我给你打分？啊？你有什么话直说。啊，直说是吧？那你让我直说了，我直说了啊！我来的比较匆忙，也没买什么，没带什么，就你同意不同意吧？说什么呢？我就同意啊。说什么呢？哦，我没说啊。哦，对对，我还没说。啊，这，我的意思就是，我想和你成为真夫妻，你同意不同意？啊，你就这么一说，我就得同意啊。那你有什么条件？你说，只要你能答应，能同意，你有什么条件，你尽管说，好吧？你要能追得上我，我就可以考虑。你说真的，算话算话，算数。